HX3000 全自动高速蜂窝纸新生产线，设备通过3年研发，拥有20多项专利，不断的技术突破提升，并在自己工厂20000小时的生产测评，品质性能稳定可靠。新纸放卷机组可实现8卷纸同时上纸，织笔升降采用液压式上下升降，液压加紧，机械齿形加头，方便上纸。新纸预热机组采用蒸汽加热，8组预热滚同时加热，每组热滚双进气设计，独立温孔，独立输水，确保每组热滚温度均匀。新纸涂胶机组，2组8张纸同时上胶，齿滚加工精度高，确保胶量精准。2套变频减速电机独立控制，适合高速和低速生产。新纸复合烘干机组，整体复合包角设计，复合时间最佳，使其粘合更牢固。高速横切机，上刀架滑轨采用直线导轨，提高上刀架运行稳定性，自动油泵供油润滑，提高直线导轨寿命。摆臂分组压轮式送料装置，送料精度更高，更换规格更方便，设有触摸屏方便操作，最高生产速度高达1100刀每分钟。纸芯自动收集机组，收集机头采用4套4伏电机控制，往复运行，使其精度更高更稳定。美讯机械推动蜂窝产业发展，做世界一流制造商。